照在他脸上，眼睛深陷晶莹莹，站台千万次道别，讲着不同的方言，徘徊在拥挤人群之间，搭建起城市的是啊，他住的高楼啊，却没有他的家，孩子能出头吗？他自问又自答，身前是玻璃呀，身后又是悬崖，明天会更好吗？是玻璃呀，身后又是